你千里林北就是在讲你啊，跟他高二，你刚好找你的麻烦，他有特别去诬赖你、栽赃你、去说你什么吗？没有嘛。他今天讲的有一句话是违背良心，就你明明没有这样做，结果他偏偏要诬赖你。如果这样，那就算了。也就没有，今仔一科高二的啊，今仔一科 YouTube， 伊今仔刚好来攻击，他有没有攻击你啊？他是陈述事实嘛，他陈述事实，你他的，你要叫人家什么面具拿开什么，什么为什么 PS， 规工底下拖扛棒，你是怎人安那看的吗？你敢知人安那看？外部的人安那看，我唔知啊，啊内部的人安那看？现在是嫌社会不够混乱啊，连千亿林北就是在讲你啊，拄啊好就好啊，该错就要认，唔对就唔对，卖伫啊唔对，佮装个一白，佮伫啊咧，规工伫啊咧制造社会一挂困扰，制造遮个媒体一挂，你啊你是，连千亿林北就是在讲你啊，今仔高二，伊敢有找你的麻烦？他有特别去诬赖你、去栽赃你、去说你什么吗？没有嘛！人家今天这些受害者，人家去那边跟他投诉、跟他那个嘛。如果他今天讲的有一句话不是事实，他今天讲的有一句话是违背良心，就你明明没有这样做，结果他偏偏要诬赖你。如果这样，那就算了，也就没有，没有。你在那边整天在媒体前面。啊，在网路上，在媒体前面，什么，然后被跳人的什么小鬼要砍，人什么小鬼要砍，人家就戴个面具，人家是什么小鬼要砍啦，什么小鬼要砍，台湾这个社会啦，你即马这个社会啦，这兄弟人，大家是要转型呢，大家要转型来做生意呢，连千亿林北就是在讲你啦，今仔高二，你敢有找你的麻烦，他有特别去诬赖你，去栽赃你。去说你什么吗？没有嘛！他今天讲的有一句话是违背良心，就你明明没有这样做，结果他偏偏要诬赖你。如果这样，那就算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